sing, da da sing ting, wei zi fa wei, qi qie zhong sheng, qing zhuan miao fa lun, jiao da wo men, ru he liao sheng tuo si, li ku de le, su zheng wu sheng. 自性动用，供人言语，你自性啊生出这个用啊，供人言语，你和人呢谈的话的时候，外于相离相，外边要啊对这个相而离相，内于空离空，你要是对内而说，就要与这个空离空，也离开这个空，空也没有，让全着相啊！假设你内外都着相的话，既长邪见的，你这就会生出一种邪执邪见。绕圈指空，你假设你要是啊只着于空，你不只着有了，你只着空，只着有就生邪见，你要只着空呢，即长无明，这个无明啊就会增长起来啊。指空之人，那个只着空的人呢，他就这么说了，他就啊说什么都不要了，所以呀、这个经典也不需要了，你也不需要学经典，直言不用文字啊，他就也知道空的人呢、他说一切都是空的，不用这个文字，这个文字是一种着相的，既云不用文字，既然说是不用文字的话，人已不合语言呢，你要不用文字，人也不要讲话，不应该说话的。至此语言便是文字，你这个语言就是文字，文字也就是语言，这个语言就是文字之相，文字的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是啊，这个执行是道场啊，不要立文字，即此不立两字，就是啊这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两个字啊已是文字啊，你有这不立两个字，这还是文字啊，还没有离开文字啊，你要是不离语言啊，也是文字，你要是说不立文字，这两个不立也是文字。见人所说，你见人呢就说了所说的，辩机谤他言找文字啊，见着人家是回谤人呢，说人家都招住到文字上了，汝等须知自迷犹可，你们这一般人呢，你应该要知道啊，你们这十个人应该要知道，自迷犹可呀，自己迷了还不算，那还可以，因为你自己迷是你自己的事情，又谤佛经，你又啊回谤佛经，说这个佛经没有功德啊，不要谤经啊，六祖大师啊，对所有的这个人呢就讲啊，说你不要谤经啊，不要毁谤佛经啊，你要一毁谤佛经啊，罪障无数啊，你这个罪造的罪和这个业障啊就没有数量那么多，要着相以外
而作法求真。你假设你要是净着相在这个外边呢，用一种心呢，用一种妄心去做法求真啊，去啊做种种的着相的这个事情，你求这个真理，回广利道场，回者呀，广建立道场，说有无知过，或者说有或者说无，这个是过患。入世之人啊，像这种的人呢、啊，雷劫不可见性啊，任何的时候也不能明心见性啊。但听依法修行，又莫百物不思。你呀、啊，你一旦呢、啊、听我所说的这个法，你依法修行去，又不可以呀、啊、百物不思。你百物不思，那变成一个完空了，也没有用的。而与道性挂碍，你如果百物不思啊，而对于这个道的自性啊，修道的自性啊，就变成有了挂碍了啊。要听说不修，你要假设要单听啊，不去修行，不实实在在去修行，令人反生邪念呢、啊、这个令一般人呢反生出来一种邪念。但依法修行，无住相法，你呀依照这个我所说的法你去修行，你不要用这个着相的法啊，不要着相法事，汝等绕悟啊，你们我所说这个道理你们要明白了，依此说，依此用，依此行，依此做，你们依照我所说这个道理啊去讲经说法，依照我所说这个道理你们去啊啊，把它生出一种变化的用来。你依照我所说这个道理去修行，依照我所说这个道理呀、啊，去做去，既不失本宗啊，你们就啊不失去本宗啊这个顿教的宗旨。若有人问如意。假设有人呢问你这个意思的时候，问有讲无对，他问你有的道理呀，你就给他用这个无的道理给他讲，问无讲有对，他要问你呀什么是无啊，你就用这个有来对答他。问法以胜对，问这个凡夫是怎么样，你就用这个圣人这个道理来对答他。问圣以凡对，他要问圣人呢，你就给他用凡夫这个道理来给他讲啊。二道相因，这是两种的道理呀、啊，相因相虚，相因相徐啊，他这个里边就生出中道的意思。如一问一对啊，余问依此作，那么其余的他怎么样问你呀、啊、都依这样的来做来问他。既不失理，这就不失去啊这个顿教的宗旨，这个
这个礼。设有人问何名为岸，假设我现在给你预备这么一个问题，有人问什么叫岸呢？何名为岸？什么叫岸呢？你应该这样答的，答云：名是阴，暗是圆。这个名啊，就是个阴；暗呢，就是一个国的圆。啊，明末即暗，明啊没有了就是暗。啊，以明显暗，以这个光明啊来显出这个黑暗。以暗显明，以这个黑暗才能显出这光明。来去相因，来和去呀是相因的。成中道矣，这个呢就成就其中啊，就发生一个中道的了义了。余问细节如此，他要是啊有其他的问题啊，你都根据这个道理去答复他。细节如此，汝等于后传法，你们在将来传法的时候依此转向教授，依照这种的道理呀、辗转去呀、转大法轮呢，互相教授，勿失宗旨，不要失去呀这个真正的宗旨。始于太极元年，壬子，印和齐月，命门人往信州古安寺建塔，任令楚公。次年夏末落成。六祖大师在这个太极元年，这一年呢是那个中宗啊，是那个庐陵王啊，他的国号叫太极。等到这个这个岁次是壬子，怎么又有燕和齐月呢？因为在五月间呢，他把这个年了号又改成这个燕和，这个皇帝的年号改成燕和，所以啊说是燕和齐月啊，太极元年壬子燕和齐月。等到八月呢，这一年又改成这个先天元年，这一年呢换了三次这个年号，在这一年期间。因为在这个七月的时候啊，睿宗啊把他这个地位啊又传给他的儿子，所以他的儿子这个年的年号呢就叫先天元年。所以在七月这个时候，燕和七月命门人往新州果恩寺建塔，叫他一个弟子啊，这个一个徒弟啊，到这个新州果恩寺。新州就是六祖大师的家乡那个新州啦，果恩寺就是他住的那个以前住的那个住宅，以后改的这个果恩寺，改成这个寺院建塔。到那个地方预备去造一个塔，这个塔就是啊预备他死了之后啊把这个身体放在塔里的。任令楚公，就啊任令啊就是又叫这个建塔的他这个弟子说你到那地方要快一点的，不要慢慢的做，这个工作要特别快。次年夏末落成，在这个第二年呢夏天要终了的时候，
夏天终了的时候，也就是在七月，在七月间，落成了。落成啊，这个塔造完了之后啊，这就叫落成。七月一日，祭图正月。七月一日就是鸣钟祭鼓，寺院里钟也打响响的，这鼓也打响响的。那么祭图正月，把这个徒弟所有徒弟都召集到这一个堂法堂里来了，就说了：吾至八月欲离世间呐。说你们大家呀，要注意，我现在呀，到今年八月间呢，我就要离开这个世间了。汝等有一早须相问呐，您们如果有一回的，有什么事情还有一种怀疑，早须相问呐，你们应该呀，趁早啊，早一点来呀，问我，唯汝破疑，我为你们大家呀，破除这疑悔，令汝迷尽呐，令你们大家呀都没有这个迷悔了，迷悔都穷尽了。吾绕去后。说我呀，要是圆寂之后无人叫汝，没有人再叫唤你们了，你们知道吗？所以有什么怀疑赶快的问。法海等啊，这个又是啊，这个第一个弟子又是法海等啊，所以这不能完全说有多少人了，就说法海等，就是法海率领这所有的弟子啊。法海是一个处处都欢喜第一的，所以呀、这个地方他也说我法海等。闻悉皆啼泣呀，听见这话之后啊，大法海带着这一班徒弟，你说怎么样啊？听见这话之后就都哭起来了，都哭起来了，对吧？涕泪悲泣，眼泪也流出来了，鼻涕也流出来了，就像小孩子没有妈了，被妈失去了，这个样子，没有奶吃了的样子，就都呱呱叫起来了，呱呱哭起来了，都变了小孩子了。闻悉啼泣，有的偷的哭的，有的公开呀、也不怕丑啊，不怕人家见笑啊，就哭起来了啊。大要也有装着哭的，看见旁人哭，他不哭不好意思，所以就装假装就哭起来了。这里头都有真有假，就像做戏的一样的。唯有神慧神情不动，就是这一个最小的小孩子，他不哭。为什么他不哭呢？他大要不懂事情，大要妈没有了他也不管，没有，因为他没有知觉。不是的，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神慧啊，虽然年纪小，定力可大。他年纪小，定力大了，他明白的这个一切的境界来了，都要无动于衷，都要不动心。在孟子啊，四十岁才学到这个不动心。这个不动心呢，我告诉你，怎么样子？叫不动心，有人说你好也不欢喜，有人说你坏也不生气，
有人说你用功修道哟，啊，你也无动于衷。有人说你最懒惰的，你也无动于衷。但是你可不要啊，真是你懒惰的时候，人家说你，你说我这是定力，我无动于衷，那又错了。嗯，你要啊，这个真正的不动心了。好像这个神会，唯有神会，唯有神会这个小孩子神情不动，他也没有欢喜也没有哭啊，这个小孩子真的好乖的，广东话叫乖，乖就是非常好，好乖的，广东话就是啊，一无啼泣啊，神情不动，已无提起。他没有哭，他最小的，他没哭。你说啊，这回这个六祖大师就说了：“神会小师，这个小师啊，怎么叫小师呢？受戒一年到十年，这都叫小师，这叫下座。敢受戒十年到二十年，这叫中座。”20年到30年，你受戒受了20年到30年，你都能守戒，这叫上座了。那么这小师呢，就是下座，也就是啊，他这个也就是他最小的啊一个小法师啊，所以叫神会小师啊。他这时候不是小沙弥了。他因为已经受具足戒了，所以就不可以叫小沙弥啊。却得善不善，这个神会小师啊，他虽然年纪小啊，你们这些人看一看，他年纪小，可是年纪小，但是他比你们都好。为什么呢？他因为啊，善不善都平等了，好和不好啊都一样了，善不善等就是好和不好都一样了啊，他没有分别心了，他啊真是转世成智了，他有大智慧啊。你看六祖这么样子来赞叹这个小事小师，回语不动，回语回就是回报你，说那个啊，那个法师啊，真是一点修行他也不修行，一天到晚呢啊各处去找女人去，这是回报。有的又说，哦，那个法师啊真是用功啊，他呀一天到晚也不睡觉啊，也不躺着，常常在那儿坐着，一天就吃一餐啊，一那苦恨啊真是了不起。这是赞叹你，回于这个于于养你，就是不就是说你好，回就说你不好，不动说你好也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说你不好也像没有这么回事似的。有人说啊，他像猪似的，就像猪了嘛啊，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有人说，哦，这个人呐、道德又好，学问又好，这简直的在这个世界上都找不着第二者了啊。那你也不要管他，你像没听见似的。如果你要听见赞叹你好的，你就高兴了，说哎，他是一个在现在佛教里头是一个最有学问的人，你要高兴了，那你也就你正是没有学问啊。他骂你，你要是就不发脾气了，那也正是呀，你被警戒转了，
怎么叫不被境界转呢？就是不取不舍，也不贪也不舍啊，爱憎无动于衷，没有一种爱心，也没有一种憎恶的心，这就叫毁于不动。讲起来要往多讲了，多得很。哀乐不生，哀就是哭，乐就是欢喜。说他呀，这个小师，你看他年纪小了，他回也不动，你说他好他也不欢喜，你说他不好他也不发脾气，哀乐不生，他也不生悲哀心，也不生快乐心，这真是中道了矣啊，这真是难得了。愚者不得，你们这些个哈，年纪老的也有，中年的也有，完全都没合格，都不可以的。你们现在的还都这个火候都不够呢。火候，你要有火，有火的时候你厚一厚，厚一厚它就没有了。你发脾气的时候，你说哦，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你再发脾气。啊，等一等，它没有了，这叫火候啊！你要有火，要得厚，你要不厚，它就有火了啊！啊，你一厚就没有火了，所以这个说什么会够火候了啊？就好像那个打铁啊，这个打铁把那个铁烧红了，这叫够火候了。你打叮当一打它，它成一个器皿。你要不够火候，你就打它。打也打不好，因为没烧红呢，所以这也叫火候。愚者不得，数年山中静修何道？你们这么多年在山里边呢，你们修的什么道啊？啊，一点都没有定力，一听我说做圆寂，你们就都哭起来了。嘿嘿，这些个人真是没有出息，个个都被六祖骂了一顿。这骂了一顿，你们修什么道啊？就吃饭睡觉啊，如今悲泣唯有二随，你们现在哭忧愁，忧愁哪一个？忧愁二随呀，二随就是哪一个啊？你们为谁哭啊？你们哭的谁呀？啊，若有无不知去处，假设你们要担心呢，说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的话，我告诉你们，这个你们切记不要担心，你们大家都放心好了。吾自知去处，我自己呀，自然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不用你们担心我的事情啊，我的事情我自己自有安排。啊，也就好像那个无大无小无内外，自修自了自安排一个样的。吾若不知去处，假设我要不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的话，终不欲报于汝。我要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我就不会预先告诉你们，说是我要八月间我就走了，八月间我就圆寂了，我不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呢？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嘛，我根本就不知道嘛，我怎么会告诉你们？终不欲报于汝，我不会预先呢报告给你们听。汝等悲泣，盖为不知吾去处。要知吾去处，即不何悲泣。你们这一般人呢，怎么样痛哭流涕了悲哀呀？大概呀，你们是为的不知道我的去的地方。
不知道我到什么地方去。要知吾去处，你们要知道我去的地方啊，到什么地方去啊，既不合悲泣啊，就不应该啊哭起来了，就不应该悲泣啊。法性本无生灭，去了这个法的自性啊，法的本性啊，本无生灭，它也是不生不灭的，也没有来也没有去的。汝等静坐无欲如说一记，你们大家呀，现在不要着急啊，不要慌张，不要悲哀啊，不要这么哭，对着我面前哭啊，这简直都是不听话的徒弟了啊。好好的，你们坐下，大家一起坐下，汝等静坐，无欲如说一记。我呀现在给你们说一个记诵，这个记诵叫什么记诵呢，叫啊，明月真假动静记。这个记诵就是有讲的真的，有讲的假的，有讲这个真理，什么叫真理，什么叫假的道理，什么叫静的道理，什么叫动的道理啊。这个记诵啊就叫真假动静记。汝等诵于此记，你们大家的念诵这个记诵都好好的保存着，与我一同，你呀就是和我意思相同咯，以此修行，你们照这个记诵来修行，不失宗旨，这就是啊不会失去这个顿教的宗旨。众僧作礼，请师说记。这个各位的和尚啊，听被这个六祖大师这么样一骂，这么样一呵斥之后，于是乎大家都作礼，都叩头，请师说记，请啊六祖大师说这个记诵。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这个六祖大师说这个偈颂啊，一切无有真，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以见于真。你不要以为这个不真的你见它是真的了，你要如果见这个不真的你认为它是真的话，绕见于真者，你要啊在这个不真之中你见它是真的啊，世间尽非真的，你这个见所见的见呢也不是真的了啊，也不是真的了。若能自有真，假设你能自己呀、啊、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在你呀、啊、这个自性里头，你就知道它是真的了。离假即心真，你离开这个世间上所有一切的假象、假形、假象，那就是你的真心了。自心不离假，你自己心里边不离开这个假呀，无真何处真？你心里头要是没有真，何处真？哪个地方会有真的呢？啊，所以呀、啊、这个真的是不离自性的，离开自性是没有真的。有情即解动，在你这个有情啊的知觉性上，你就、啊、能明白这个动
无情即不动。你要是啊没有这个知觉性啊，你就不动，要修不动横。假设你要想修行这个不动的横门的话，从无情不动，你也呀要好像那个无情啊那么样不动。让你真不动，你要再想找一个真正的不动，动上有不动，你不要离开这个动找那个不动，就这个动上就有不动。不动是不动，这个不动呢就是个不动啊，不动就是不动，无情无佛种。那么这个动啊是在有情才有动啊，那么有情你再能不动了，这是啊真正的不动。无情无佛种，你要没有这个知觉性啊，这你连佛种都没有了。能善分别相，第一不动，你在这个有情的知觉性上啊，再能善于分别诸法相，你呀不是用这个识去分别，而用这个这种的智啊，成所作智来分别这种的诸法相，第一不动，你能证得这个自性的离体，得到那个第一的境界，那是真正不动了。但作入此见呢，你但呢做像这种的见解，即是真如用，这种的情形啊，这种的见解呀、啊，就是真如的一个妙用。报诸小道人呢、啊，我现在对你们这个，我报告你们各位小道的人呢、啊，努力需用意呀、啊，你呀、啊。要努力努力，要存心呐、啊，用你的真心去去修行去。莫于大乘门呐、啊，你不要对这个大乘的佛法的门呐、啊，却执生死智啊，你却呀、啊、执着你那个生死那种的智慧，嗯，你那种照相的智慧。要言下相应，我现在给你们说这个寄送啊，你们呀、啊、听了之后就能啊明心见性的话，寄供论佛意啊，我现在就和你们可以呀、啊、共同来啊讨论着佛的道理。要是不相应，假设你要是啊不能言下相应，言下呀、啊明心见性开悟了，合掌令欢喜呀、啊、你应该呀、啊、合起掌来啊，令啊这个一切的众生都欢喜，此宗本无争啊。这个宗啊，我这个顿教的宗啊，本来是用的无生法忍呢、啊、修着无生法忍的，是没有所争论的，不和人争执的。争即失道义，你要和人一争论呢，就失去道义了。所以说，争是胜负心，与道相违背，变生思相心，何有得三昧呢？所以争即失道义啊，你一争论就失去这个道的本质了。执逆争法门呢、啊、自性入生死。如果你要一定指着啊这种争论的法门呢、啊、你自性呢、啊、就会不能出轮回，一定要受这个生死。是徒众闻说记忆，当时这个在南华寺六祖大师这些个徒弟呀、啊，闻说偈，听说六祖大师说这个偈颂之后，普皆作礼，我们大家都起身呢叩头向六祖大师来礼谢。
并体失意，并且都体谅这个六祖大师这个意思，个个舍信，所有的人呢现在都不哭了啊，也不吵也不闹了啊，也不互相来辩论了，依法修行，依照这个寄送的方法来修行，更不敢争，大家也都不争，不辩争了，不争论了。乃至大师不久住世啊，大家都知道啊，六祖大师，在这个世上啊，大约没有几个多月了，很短的时间了。法海上座啊，这又是法海第一了，法海上座。哎，他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他自己。再拜问曰，就又去向六祖大师就问了，说和尚入灭之后，和尚你圆寂之后，依法当夫何人？他现在也想要，大家想接这个依法了，依钵了。依法当夫何人？应该交给谁呢？十月，六祖大师说了，吾于大梵寺说法已至于今，我在这个少观那个大梵寺，现在叫大监寺，说法已至于今，说我每一次所说的法呀，已到于现在，抄录流行，抄录啊，当时啊没有这个 tape code， 没有这个录音机，所以啊都用笔写，写笔记，抄啊录，大家互相你抄下来借给他抄，互相这么抄录流行，流行啊就像水那么流通，流通。汝等守护异乡传授，你们大家互相啊都要守护这个法宝，递香传授，要辗转呢来流通，你传给他，他再传给另外人，咱们互相啊抄录，度诸群生啊，要广度群生啊，但依此说是名正法，你要依照这个方法修行啊，这就是正法。今为汝等说法不服其意，我现在呀给你们说这个法呀，你们大家都明白了，我所以不传这个依了，盖为汝等性根纯熟。因为啊什么我不传这个依了呢？因为啊这个依是要表信的，倒要你们现在啊，你们这些个人呢信根纯熟，你们都有信根的，他不会啊怀疑的，决定无疑，决定了没有怀疑对我所以啊堪任大事啊，你们都可以啊担当，堪任呢就是担当这个汝来的家业，大事啊就是汝来的家业，来教化众生。然据先祖达摩大师福寿记忆，可是啊话又说回来，虽然我是这样说，因为啊根据先祖这个先代的祖师菩提达摩大师福寿记忆，他传授这个寄送的意思啊，一不合传，这一啊从我这开始就不应该再传了，不应该再传出去了。记曰，
福本来资土，啊，我本来来这个资土，资土就是中国，传法救迷情，我为了传佛的正法来救度一切众生的迷情。一花开五叶，在我这个一个花上啊，将来会开五叶，五叶就是二祖、三祖、四祖、五祖、六祖，这是五个祖师，结果自然成。到这个时候结果自然成，就不需要传这个一了，只传法就可以了。所以啊，那五祖大师也对六祖说，一为争端，直无传，说这个一啊是争夺的一个开端，就有你这儿就不要再。现在看见这个结果自然成，这个结果这个果呀，就是你们这一般果要自然成了，不要忘了自然成。那么明天讲呢，六祖大师说那个寄送啊，他也说菩提果自成，你们的一些个菩提果啊要快一点成，最要紧的不要懒惰。所以你看这个菩提达摩早就给你们授记啊，说你们菩提果，六祖说菩提果自成，达摩祖师就说结果自然成。这预先呢就是知道你们有这么多的果，将来都会自然成，也就是这个果那个果，也就是这个果这个果，也就是那个果，没有两样的。明天呢是地藏菩萨的诞辰，又是虚老的生，所以明天呢他们有一个居士他来供斋，做了很多斋菜，希望呢大家都来帮帮忙啊，行一行苦恨啊。我和这个国法啊已经行了苦恨，给送这个锅啊，爬了一道山呢，有五六百凳子的司机也从那边爬到这儿来，走了有一个多钟头才找到这个地方。所以呀，咱们先行苦恨啊，因为大家后边来行一行苦恨也都是我相信没有什么关系。是佛曰：诸善知识汝等各自静心听吾说法，教育成就种智，须达一向三昧，一心三昧，教育一切出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增爱，亦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庸淡泊，此名一向三昧。六祖大师啊也说了，说诸善知识，说各位啊，你们都是有智慧的善知识啊，都是有善根的善知识啊，汝等各个静心，你们每一个人呢他自静其心，你把你的心呢收拾干净了的，不要有一些个贪嗔痴在里头，听吾说法，你们清净其心，然后啊来听我说法，
绕欲成就种智，你们假设要成就啊这个一切种智的话，须达一向三昧，一行三昧。你们要知道啊，应该要明白，要通达。通达什么呢？通达这个一向三昧，一行三昧。一向而无诸相，这种三昧；一行而无诸行，这种的三昧。绕以什么叫一向三昧呢？啊，我现在对你们讲啊，假设你要是在一切处，任何的地方，这个任何的地方啊，就是无论你在好的地方、不好的地方，啊，你无论在啊动的地方是静的地方。而不住相，你不着住到这个相上，于彼相中，你就在这个外相上，不生增爱，你见着这个境界啊，不要生出一种憎恨的心，憎恨就是讨厌的心，不要生出一种啊爱欲的心。爱欲的心就是你欢喜的，无论见着什么境界也不生这种憎爱的心。所谓憎爱不动于中，这个心里啊如如不动，一无取舍。在你啊爱的这种境界上，你也不要想要把它取为己有，你有一种爱心就想取，就有取，那十二因缘上我有爱缘取，取缘有。为什么要取呢？就想自己占有，想自己呀、为自己所有，所以就想取了。舍舍啊，这个舍啊就是这个憎，你憎它就想不要它了，就想把它舍弃了的，弃之到一边去，这个是舍。因为你有这个爱憎，就有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你也不念。不念呢，就是不思想，不想念这种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对我有什么利益啊？对我有什么好处呢？这件事，你这么一想，对你有好处你才做，那就是一种贪心的，那就是一种攀缘心的，那就是一种啊不干净的心了。知道吗？成坏，也不要计较啊！说这个事情对我有所成功，对我有什么害处，都不要有的。这种心呢，都不存啊，等事这些个事情，安闲恬静，安闲。恬静，这就是啊，这个安闲呢，就什么事情也没有啊，恬静啊，这个恬静呢，就好像那个水没有波浪似的，安闲恬静，就像那个水呀，没有波浪了啊，没有水，没有波浪，就是你没有烦恼。没有什么烦恼，没有这个爱憎的烦恼，没有这个取舍的烦恼，没有啊你利益成坏的烦恼，你不计成功，也不知道什么叫失败。
虚勇淡泊，虚勇，虚像那个虚空似的，勇是勇慧贯通，那么虚空啊，你看那里头万物都在虚空里头生出来，可是啊，在虚空里生出来，虚空他也没有无所事事，没有什么事情他办的，他没有立一个办事处说在那地方，你去生去了，那个去死去了，所有的万物啊，生生灭灭，生生化化的，都是一种天然的，他没有，也不有一点的麻烦，什么麻烦他也没有，就是虚勇恬淡，很淡泊的，淡泊，淡泊以明志。什么叫淡泊呢？淡泊就是啊，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就是平常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也没有一点贪心啊，嗔心痴心的，什么都没有的，这个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少欲知足，没有欲望，没有攀怨心，没有说啊，等我呀做一部书，我这部书做成了，一出版呢，我就成名了，就作为一个世界上有名的学者了。或者说，我想在这个世界上标异现奇，做一种奇怪的事情，令啊举世注目，这也就成了名了。没有这种的心，少欲知足，少欲就是没有一种啊欲望，不论什么欲望都是知足，常常知足，所以说知足常乐，能忍自安，这是啊虚勇淡泊。此命以向三昧啊，你在这个虚庸淡泊上啊，就能再向离相，再尘出尘，所以这叫一向三昧。绕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行，不动道场，真诚静坐，此命一行三昧。怎么叫一行三昧呢？我现在再给你讲一讲，你能够在这一切处，任何的地方，无论好处、坏处、善处、恶处、是处、非处，行住坐卧，你在这个行住坐卧这四大威里边，纯以执行啊，执心啊，都用这个执心，执心是道场。咱们学佛的人呢，切记不要用弯曲心。你对任何人都应该执心、执眼、执心啊，不要这个心里啊有一点净这个转弯抹角的来回有很多的。在你的心里有很多的这个弯弯曲曲的事情，应该执行执眼这个执眼呢，就是你心里想的你口里就说，不是说我心里想东我口里就说西我心里想西口里说东，心口不入一，这就不实了。你心
和口要一样的。所谓直言做事情，也直说话也直，说出话来直，没有委曲婉转的这种的机磨智巧，所行所作都要直的。所谓直心是道场的，你其心不直啊，你的这个因不直，将来的果也不直。所以必须要行住坐卧纯一之心。纯一怎么叫纯一呢？纯一啊，就是啊，到那个精纯，精纯到极点就是一个了，没有两个，这叫纯一。绝对没有两个之心。纯一之精纯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执心。我们修道的人呢，无论对人对己对事对什么，都要有个执心，不要啊净这个心里总计算人啊，我得要那个人有钱，我和他借一点来啊，我自己用一用，就是啊，穷到极点也不要啊做这种啊没有廉耻的事情。因为你借人钱呢，如果你快一点还给人家，这还呢是不失为君子。如果只有借而没有还呢，这个简直啊行为很卑鄙的。所以啊，要不动道场，这个你执心就是道场，不动道场呢，就是你心里啊直啊，就是不动道场，真诚净度。这个你知言知行不动道场，这就是个净度，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成就净度了。此名一行三昧，这个名字就叫一行三昧。让人具二三昧，假设这个人呢具二三昧。什么叫二三昧呢？二三昧就是前边所说这个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入地有种，这两种三昧啊，你要是能以依照着这个道理去修行，就好像那个地啊种上种子了一样，含藏长养，在这个地下呀埋藏的时间久了，它就长出来啊这个芽了，就会长出这个菩提芽，成熟其实就会啊成熟啊它这个菩提的果实。一相一行以福入世，这一相三昧和一行三昧啊都是这样子，就和这是一样一样的。